那会臭臭？是啥会泡外面啊？超越，敢不是你的手机啊？闹钟在弹的，你要来关掉啊？哦。你先讲啊。哦。我刚才记得昨晚恁阿伯约我食饭、啉酒，以后到三江化解我爸对伊的敌意。后来我就唔知影了呢。但敢，无啦，我，唔是啊，你讲你张英雄是教我阿伯做英雄啊？我刚开始讲要应酬啊！有啊，你传简讯给我，佮叫我来接你。我无啊。你家己看，还是讲你啉酒醉啊，无意中传给我的。就算我有传这讯息给你，不过现在你无送我回去啊！啊，等到咱两个……超越，你莫误会哦，我不是要怪你啊，我只是想要摸清楚状况啊。我无对安怎，你嘛袂对安怎。这个啊，安尼一定是阮家的人做的。阮阿伯约你去应酬，所以讲是阮阿伯用你的手机啊传简讯给我，那就死了，让你拄着这款代志。小月，我应该蛮该发现的，因为这个代志。我妈可能有参与，因为恁阿伯无可能对你做出这种代志啊，一定有一个查某给斗相共。我妈个性真了解，只要有机会当会翻身，伊啥物代志拢做会出。至少想袂通呢，江阿伯是做大事业的啦，你嘛讲过啊。伊真明理，无咧插手你的代志。现在伊会跟我妈联手，用这种手段，一定要甲咱两个杀作对。明明知安尼做，颠倒是反效果。律师想要抱孙的爸母，
做出这种无理的行为，伊甚至毋是你的亲阿爸。原来小小年岁哦，就想到这，是你，都想讲对不起你。 昨暗，阮阿爸佮江家的通家宝交我的时阵，啊，伊竟然讲伊是阿公，我嘛惊一下。佮阿爸讲上紧，讲唔着去啊。迄时阵我嘛是安尼想的，啊，不过我即摆想着，伊迄时阵的表情，我感觉伊是无说你讲漏口去的呢。 嘿，你想要啥？就是讲你前我离家出走的代志。哦，我记你有讲过，你讲迄时阵恁阿嬷向阮讲讲，叫紧逃走。我原来会记，我伫迄间密室内底，迄间密室哦，根本就恐怖的。其他的我就记无清楚啊。而且你毋是讲恁爸因为阮阿公的关系？ 一直认为阮阿爸真有可能嘛会晓读书，所以你意思是五年前你拄到的嘛是这种读书？我嘛毋是真确定，虽然讲我阿爸有甲我解释过你前个代志，啊，毋过我感觉就是中有啥物奇怪的所在，啊，伊就是解释了毋是足清楚的。 长月，我会当了解这种无奈的心情。虽然无得算的亲人，不过至少咱得掌握家己人生啊。连杰，今仔有我在身边。 超越啊！啊，你走去倒位啦？你怎会无等？我们大家拢真烦恼呢。对啦，早顿食过未？阿公有传早顿啊，而且分量真济。小雨，你要陪超越做阵食早顿无？唔免啊，阮伫饭店已经食过啊。啥？你讲恁两个人伫咧饭店食早顿，迄就代表讲早暗恁两个就做伫咧饭店。 哦，大家当放心啦，生命智慧找到出口，因两个人智慧找到房间入口啦。哇，怎么那么突然？阿玲，你真正开始讲啊？我的代志应该无需要特别甲大家交代。唔是，我来问东问西，确实啦吼，你拢已经三四十岁，若是讲无动静。 阮唔才会烦恼。对啦，阿伯，昨暗我甲做伙食饭啉酒，哪会一醒起来伫咧饭店房间啊？嗯，你啉酒醉啊？我甲你讲啊，讲开一个房间互你好困啊，因为我毋知恁兜住底啊，你甲我应付啊。嗯，你讲休困一个，酒就会退啊。佮讲爱我先转去。 免特别照顾你。是安尼哦，阿伯，你讲的我一点印象拢无。诶，是讲超越啊？啊，你哪会向阳去找文瑶？是谁甲你讲文瑶伫咧饭店啊？哦，是我传讯息超越，请伊来照顾我啦。奇怪，最近咱袂记有甲阮爸讲话，煞会记你超越电话，佮传讯息予伊。啊，陈瑶。 你很会呢，很会呢。哎呦，超强啊！啊，等恁堂姐两个哦，嘛已经到可以娶人年纪哦，啊，做伙是真正常的，这是值得欢喜的代志啦。
是讲小雨啊，你得爱赶紧哦，超越一个交代啊，阮大家卖替你感觉欢喜。是安怎爱互江超越一个交代？即马到底什么情形啊？我之前甲江中林讲，我过来要甲伊讲代志，结果一来看到你伫个遮，佮讲你要对江超越负责，到底什么状况？爸，我甲超越做伙啊，敢唔免负责答案啊？无可能啦！你无可能啊！向王这么大个转变，甲江超越进展到这款的地步啦，除非是有人设计你啊！陈中生，你家己无要为查某人负责，也要嫁文瑶，甲你有样看样。你昨昏王讲，你有一个饭局，要出去吃饭，现在吃饭吃到发生这款代志，我约文瑶出来吃饭的，甲伊讲土地开发的代志。啊！我文瑶饮酒醉啦，安尼代志就真清楚啊！你挑过约小雨去吃饭，然后佫害伊饮酒醉啊！啊！不过我真清楚，阮小雨绝对啊，无可能会酒后乱性，所以绝对是你伫个伊的酒内面啊，放甚物物件啊？我佮伊连共一个酒呢，是会当放甚物物件啦？你用先伫个酒内面啊，放甚物垃圾物啊？等到家己啊，先吃解药，你就化解啊。蛋蛋诶，你是毋是高中鼻看伤济啊？啊，阮中林哦，无遮尔啊无聊啦。搁再讲，伊是安怎要创治文瑶？洪彩啊，我看应该是你啊，找到机会啊。你直接就甲小雨仙人跳，你甲伊当作是要甲尴尬变作亲家的工具啦。恁大家看啦。陈中生伊个个性哦，就是这么啊老翻天呐！明明是一段真好的姻缘哦，竟然互伊讲到这么啊歹听。陈中生，你对阮感觉有意见，我对你也是同款有意见。你唔通了准讲我想要阮阿外甲恁文瑶做伙，我嘛袂答应。莫讲我并无阻止。因为我知影讲，阮阿月啦对文瑶有爱意，我只有是点点来祝福伊。这是咱做四大人的分寸。啊，你呢？你这做人老爸的人，一点仔分寸都拢无。啊，我是感觉阮替文瑶足可惜。伊是安怎有你一个这尔不成熟的老爸？迄时也不好啊好，大家哦，先莫生气啊。王爸就是安尼啦，我回去哦，袂好我甲伊讲，我爸卖闹啊，咱回去啦。是谁在闹啦？哎呀，行啦。超越啊，真歹势呢。啊，陈中信哦，这个人讲话就是无站无站，你莫更新我头了，好不好？没啦。啊！以后我甲文瑶要安怎相处，要安怎交往，让大家莫互阮想一个意见，这是我唯一的要求。虽然文瑶讲这的话是要互阮的计划当继续进行，差着阿伯进展的目的，啊，不过听着伊讲会对我负责，我还是感觉有淡薄仔欢喜。熊熊这么酸这么疼，我生理期的时间还没到呢。